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月13日为加政府日前同意将北溪一天然气管道部件交给德国之举作出回应称，这是非常艰难却有必要的决定。特鲁多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出席一个仪式时对媒体表示，加拿大需要向面临天然气短缺威胁的德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给予支持，加方此举旨在短期内向正在与其他欧洲国家努力减少对俄能源依赖的德国提供帮助。加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9日晚间披露，加方决定为西门子公司签发有时间限制且可撤销的许可，以允许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维修的一台北溪一天然气管道涡轮机交给德国。加方同日宣布对俄追加制裁，扩大加拿大服务业对俄石油、天然气等部门的交易禁令，但加方同意交还北溪一天然气管道部件的做法引发乌克兰方面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批评加方此举违背了自身对俄制裁措施，且是令人担忧的先例。美国政府11日发出声明，对加方的决定表示支持。特鲁多称，欧洲国家摆脱对俄能源依赖需要过渡时间，归还涡轮机有助于支撑欧洲的能源供应。他并表示，加方正通过其他措施继续对俄施压。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一管道已于7月11日起暂时关闭，理由是需进行为期10天的年度维护。北溪一天然气管道东起俄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通往德国，连接中欧和西欧，是俄向欧输气的主要管道，年输气量为550亿立方米。